沿路打招呼问早，基隆市长谢国梁与赵少康一起出现在基隆的街道上。早，好久不见。早。不止民众开心合照，两人还一起去谢国梁从小吃到大的馄饨面店。31号一早，中广前董事长赵少康与基隆市长谢国梁一同来到仁爱区扫街，力挺反罢免行动。一路上遇到民众询问合照，谢国梁还主动长进，不止民众互动，更推荐了在地美食。10岁就在这边吃到现在，对，他们带赵董一起来吃。对啊，他的那个面，他的那个酱，很好吃。不过两人一度也聊到对于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卷入金华城一案，想到柯P也好不起来，大家都很忙，忙到中间就好。我是看到赵大哥心情变好，对对，不然我心情。昨天也是一直等到晚上，一直看到底会怎样啊？两人心情表示相当沉重，不过焦点马上转回基隆，继续这次的反罢免行动。然而宝良不止上街宣传，国民党同一天早上也开了记者会直播。当时民进党害怕的包括某一些站在背后帮这个大日公司说话的许多人，其实更害怕是谢国梁市长护市产，但是却打坏了原来整个贪腐的一些结构哦。提到林佑昌任职期间，大日开发公司与市府官员涉及行贿的案件，痛批民进党就是在护航大日公司，会要罢免谢国梁，就是担心过去的事会被拆穿。但拆梁行动的发言人也强调，罢免理由与大日弊案根本无关。TVBS 新闻刘锡奎兰亭基隆采访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